And laugh at you. 活一天工作一天，要吓唬我们，他才骂。对，跑不了。 我这一生呢是革命的生，在那个时候呀，咱们这个八路军刘道生在街头演讲，打得好，笑得好，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，中央参军，这是个城市平民，家里面来看很贫寒啊。我在照相馆啊学了3年，全面的技术学到了。 我当时一看呢，真的照相馆默默无闻呢，有啥出路呀？1937年12月8号呀，18岁依然参加了部队。他不是拿枪杆的战士，他是拿这个摄影机最锐利的武器，啊，20分之一秒、50分之一秒、1/1000秒以内，把现场的情况完全的反映出来。 战斗中啊，来看的经常遇到危险。打清风点，我呀是部队尾随部队前进啊，我正往前面走，噔噔那个钢炮呀打过来，离我这个就是10几尺远，准备顺水吧，顺水推过。结果在沙滩里面没有就爆炸，赶快离开，跑跑跑跑到车站啊，正好交到人家车站。 哎呀，真桃花准将呀！哎呀，这个榴莲小炮叫打过来，教导员这个动脉血管呀给炸了，就在送完本代所的途中啊牺牲了。哎呀，哎呀！战斗准将，子弹啵啵啵，它匍匐前进啊！ 胶卷没来，赶快递下这赶快换，换上又走了。所以最困难的是这个战争年代换胶卷。咱八路军行动啊，多半是夜间，在夜间怎么办呢？咱到当地有煤矿坟上，嘣一下子，所以指挥员就讨厌你闹啥啊？你整个把情况暴露了，不然点不知道咋不在这里。 你一闹知道了，炮也来了，枪也来了，人也来了。这张照片是在白团大战的途中，在路过了平定啊，平定有这个煤窑。这个是这个儿童啊，12岁、12、13岁啊，这日本人为了挖掘祖国的煤啊，不学儿童都不放过。 这个四分区的组织科长，边疆火线橘色的海湾，当时那个时代呀，不要看抗战艰苦，但是革命勇敢情那可能始终不能分离。你看这相片，哎呀，年轻貌美啊！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！这个人生啊，这个群啊，群就是这样子。 哎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哎，有幸千里来相会，无情对面不相逢啊，人生就是这样。我们家就是常年订了好多种报纸、杂志。 他都要每天都会要认认真真看掉的，重点的新闻还要记录下来。奋斗的人胆小，偶尔也会守卫女战门。这个人生啊，岁月沧桑啊，整个世界变了，整个战争年代啊结束了，太平盛世经过了千人奋斗。 说我们现在青年人呢，就算知道过去怎么过来的，知道未来应该怎么走。看视频，上澎湃。